美国跨党派议员日前提出法案，要求调查和反制中共在美国以及盟国操纵媒体、经济胁迫等以扩大影响力的行为。评论认为，一旦法案通过，那些在美国为中共摇旗呐喊的华人可能会被遣返回中国。反制中国政府与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运作法案2月13号由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和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马斯托共同提出，目的是遏制中共在美国及全球的政治影响力。法案要求美国国务卿和国家情报总监组成跨部门工作小组，调查中共在美国及盟国散布假消息、操纵媒体和进行经济胁迫的行为，并向国会提交非机密报告。这个法案通过的话，铺天盖地的中共的这个亲共媒体就会成为调查对象。美国华府人权律师叶宁指出，去年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一旦登记为外国代理人，他们就必须公布其与中共政府的关系、相关活动和资金信息。叶宁说，其实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包括很多媒体都是中共的外国代理人，也就是特务机构。叶宁分析说，近年多个美国大学的中共地下党要求在大学公开挂牌成立党支部，多位美国侨领公然宣称要担当中共十九大的宣传员，以及今年中国新年游行时被中共收买的中国人还在法拉盛举着红旗为中共摇旗呐喊，都说明中共在美国渗透的疯狂。叶宁认为，这些人做中共极权主义的宣传员已经触犯了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新的法案如果通过，对这些人来说也将是一种挽救，因为他们都会老实下来，否则就会被美国遣返。推出反中共爪牙的法案，他们一计算这个利弊得失，至少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会成为美国的守法公民。法案强调，中共的政治影响力不是软实力，而是强权渗透或腐蚀民主国家，破坏民主制度和自由。对人类文明它有正面作用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所指的那个软实力。而中共近些年它凭借了这种经济爆发之后呢，膨胀的这种财力为依托，全世界的范围内去输出它在国内统治的那一套，那么这种扩张呢，它其实是破坏性的，它是对人类文明的危害，它的实质就是一种侵略，只不过这种侵略它是隐形的，以意识形态和舆论的操纵为先导的。法案指出，中共不仅通过虚假信息、胁迫等手段培养对中共有利的意识形态，扩大中共威权主义影响力的范围，还压制政治反对派，侵犯生活在世界各国的中国侨民的人权。法案要求制定一项战略，保护美国公民，特别是华裔、维吾尔族和西藏侨民社区免受中共政府的威胁。这就起到了奖善惩恶的作用了。这个反共的自由事业、人权事业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去踊跃的投身，而拍共产党马屁的就没有人愿意去干。实际上呢，这是一种半两不千斤的这个战略措施。据报道，这项法案曾在去年六月提出，因议程安排问题未能完成立法程序。卢比奥说，通过这项立法不仅对政策制定者有利，对美国人民、媒体、学术界和其他受影响的部门也都具有指导意义。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认为，这个法案是美国在新冷战中采取的实质性措施，说明美国主流社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美之争绝不只是在贸易逆差和知识产权被盗取等局部政策层面的冲突，而是双方政权制度和价值观根本上的对立和冲突。而这种源于制度和思想层面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